Elephant Sanctuary. Why不敢?大象是善良的。陪我吧。来,讲一讲你的心得。 很高兴啊，我看耳朵。 这个就是烂泥 SPA， 大象现在就乖乖的跪在那边，给它跟它冲凉，还有做烂泥 SPA， 怎样？大象的皮肤怎样？ 粗粗的，毛毛的。 然后我不懂要怎么哎，敢摸大象哦。其实哦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桶的，就跟它冲。然后大象大便了，所以它站起来。你看它大那个加工出来哦，它大工没有消化大出来。这只大象七岁，很顽皮。 还在烂泥水里面就翻来覆去，啊！顽皮的小象，哇！把烂泥水泼到每个人都中了。
阿渊不敢接近他。你更不敢呢、啊，有人更不敢，那你都不敢动。就会把你踢掉很远呢，等下就 I believe I can fly， 给大象踢飞呀！什么感受？今天看到一只很顽皮的，也很开心一下，很顽皮的玩。看到吗？那个七岁跟六十五岁的分别，六十五岁就不会动了，七岁就是在那边让你翻来翻去。这就是大便纸，这个是大象跟大便做的哦。